啊！敢真假啦，包比，奇乐斯射啊！他那个一锤一个小朋友。喂，明天怎么说？明天捐举3-0吗？还是3-1？还是3-2？明天我也想支持韩华，不是，明天我也想支持那个捐举啊！我记得上次韩华打捐举好像是第一把赢了一把之后就输了3把，对不对？明天什么情况不知道，研究一下。喝什么？喝这个回甘乌龙。回甘乌龙，哥们，了解一下，就是乌龙茶再加这个橘子，特别好喝。这一家叫做维糖，推荐给大家喝一下。维糖的回甘乌龙一分糖，80块一杯。3-0跟3-1的可能，联盟战旗果然是一个千变万化的游戏，它都像足球一样，还没到最后一秒钟都不知道谁输谁赢。足球是圆的，棋盘是正方形。干！是我石门呐、啊，兄弟，我石门兄弟们，你知道什么叫石门吗？干你俩真的是，我这越想越不对劲。冷知识，信就信，不信就不信。3-1啊，可能3-0吧。不过感觉韩华状态最近确实不错，有机会偷到一把两把。主播，你这颗头是翠花头吗？没有，这个头是剪完我还没洗头，所以它比较塌，你懂吗？就可能比较连在一起，洗完头之后比较蓬一点点。还是我等你去洗头算了。我现在感觉整个人有点火大。火气有点大，
来把卡玛吗？不过保里转不知道玩啥，等下一个吧，下一个搞不好来个传送门，直接把刚刚那把鸡抢回来。那个四字成语怎么说啊？什么一什么雪耻啊？一筹雪耻还是什么？干那个怎么说啊，哥们？一寻雪耻是在念吗？一雪前耻，一雪前耻，一雪前耻，好，一雪前耻，好，一雪前耻，前耻 ，OK， 我又学会一个四字成语了。猜谜送订阅，你掉到水沟变成臭，你那假掉到水沟会变成啥？不知道哎，是什么啊？有人知道答案吗？你想知道答案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哦。为啥？为什么 T1 打 DK 又是送钱呢？高转，哎，这边只要随便出一张都是赚的。堡垒，蛋糕堡垒。DC 又开始了，真假啦？又开始开喷了。开播这边你是播啊？这波他等一下不是回去了吗？他已经往中路靠了。他上升很久了，他上升很久了。你直接被狙，我不觉得你会自己。这波是对面唯一能翻盘的机会啊！对面一定会多打少来打。对面 是唯一的机会啊！这边直接按这个 T， 按你的背按。直接下来是一样意思。对面本来都等输了，就是牛也可能不会顶你啊，他赵信来他就只赵信啊。那、啊、请问一下，你还不是被留在很差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就是直接送，然后你怎么送？不是这样吗？就是对面都明着，就是一定在左边，你就是不要抢这波线，就放一点。狗急真的有病，有优势也要吵。我就是完全活不了。他不吵就不叫狗急啦。我看你是个小黑子，又在尬黑。你都不想让他打团赢的有意思吗？不太懂。我们这个黄金任务真的能开出来吗？这个经济，这个血量，我就没有包赢。我觉得你是包输，但是有更好的打法。我场上有多少钱呢、啊？八块。现在只是一个很狠的打法，十三块、十六块、十七块、二十块，所以我需要142块，一四二 ，OK。拜托，把队友叫过去啊！你去抢一点。啊，队友如果没过去，你不要惩罚队友。你这波这样死了，你怎么会说你这样对的吗？对吧？就打当下，我就那、啊、你为什么要没什么时候一直跟你们打？啊，对啊，啊这样就对啊，你也说肯定啊，那、啊、为什么你不这样打？就是为什么这游戏要这么急？你有看 T1 就只看 AD 这么一北的十个头，然后就看着他玩吗？也没有啊，其他路也要做大事啊。就是玩的小心点，我觉得你也可以啊，但是你不能先别死啊。就是你每把都是这样子，然后先去死，然后再来检讨队友，我觉得这样不好。先别死再说。那我抠的不是，我就是看不了他这个才抠啊。啊，对啊，他抠了啊，你要看他们动作啊，他们也不是说没不了就算吗？他们慢了一点啊，慢。啊，我没有小心啊，小心，小心，要是能的话，帮我看一下。那就自己叫别人小心嘛。那就提升了，那就个人那个提升的洞察力啊。
游戏那个东那个东那个东隔壁在喷我，真假啦？喷我什么啊？这游戏玩家都看地图的。他说我什么啊？干你娘嘞！反正多看队友吧，你如果真的不行，你就快点点。Yes. 你有看我一直在死吗？应该也没有。听我闭嘴，我也没讲话。不行的话，他妈讲的好像我进来当搅屎棍一样，我也是安安静静在听啊，我也是个观众啊。又吵完了，没料，还不如一首翠花。你没抓到鸡掰，哎呀完蛋了，这什么装备啊，鸡掰了。我真的把一些转敲了吧，我感觉糖转可以敲啊。还有什么可以敲啊？
点算啊，大佬 ？What can I do, bro? Help me, bro. I think 四时空没屌用啊 ，bro。四时空要滚，四时空要滚，四时空滚的话就是你跟你在家上他，然后上他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四时空不可能要的。然后呢，炼狱转，炼狱他，猎手转，猎手是什么勾吧？给你，完美。第一个护符 ，OK， 上九。上九补谁呀？谁是我们最后一位成员啊？这个阵容是靠卡密尔主 C 卡玛在后面偷伤害，再找一个人打个辅助伤害就行了，就是你的摩甘娜。补个摩甘娜开保护者，对不对？不是保护者，没有保护者，摩甘娜能开啥？摩甘娜还是我上九啊？我知道了，我上九下他上这两只不就行了吗？能吗？应该能吧。还是补个奇乐师就好了。其实补个奇乐师开飞升，把卡玛装备给奇乐师，不美滋滋吗？下一波，下一波，下一波。吃饼干，两星再吃吧。根据我们前几天吃饼干的经验，不是特别好。每次大优势吃完就是得死。等他两星，我再请他吃吧。一星的话，别吃了吧，别吃，别吃。冷知识：不吃饼干就不会扣三滴血。拿锅铲的傻吗？我想问一下，我场上还有配件吗？还有闪件吗？拿锅铲是他妈给你去炒菜是不是啊？拿锅铲一下直接敲你头啊！拿锅铲，我知道为什么你叫我拿锅铲，他妈直接敲你头，干你娘的！感觉这把组的挺好的，对吧？这把没怎么过载环境，而且这种人不过载也是蛮不容易的，挺不错。主播已经悟了，我已悟了。卡玛不滚吧，我两星卡密尔帮卡玛开个，不是，我两星卡密尔帮他开个时空回点血不过分吧。绿
茶都不会骂人，主播反思一下。冷知识：绿茶不会骂人。假啦，包庇其实是色啊！你他妈的这么能操啊，八女无包庇啊！哥逼什么时候饿啊？再不饿的话，我死了呀！戴安娜换谁啊？换角？戴安娜换塔里克吗？怎么可能换呢、啊？我两星塔里克换一星戴安娜，搞笑啊！不要，塔里克很强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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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二。其实我这两只五费都二的话，应该蛮强的，老实说，然后我就可以上十了。上时再搞个什么来什么来着都行。两星在喂吧，一星喂了没什么价值，还他们会掉容错。我现在二十二滴，还可以有一波的容错。冷知识：人只要活着就不会死。靠，这个缩小草套给不了他哎、欸，靠背，我也不想拆了呀。小青蛙，喂吗？可以喂啊，但是现在喂有意思吗？不留一点容错给自己吗？啊！一块吃吃看吧，试一下什么效果。打不过啊，好像。他那个一锤一个小朋友。没解疗，我没降治愈吗？二。
拜托一波死，是我一波死还是他一波死啊，兄弟？你是站在哪一边的？你挺谁？你是什么颜色，兄弟？我真悟了，哥们！我这两天爬了超多分，400分，我真的知道怎么玩了。我感觉我真悟了，哥们！我已经不再是那个零分小子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